么？哦，什么？龙翼的龙翼，一大堆真龙耶！好多群，好多群，怎么办？蛇颈龙应该不会输啦。是蛇颈龙哎，很强啊！2400的血量应该没问题吧？还是先叫蛇颈龙回来好了。小蛇蛇，射，我在射安康鱼哦。我多只。阿蛇回来，阿蛇回来了，游超快。对啊，等下他游快到把我卡住了啦。好多。安康鱼追过来了。安康鱼要小蛇蛇51级了哎、欸，刚刚不是才20级吗？有、吃，毕竟有吃生鱼肉，可能也很爱吃。对啊，驯服蛮快的。就安康鱼要杀掉一只，我帮你射，我帮你射。安康鱼都走掉了，射一射就跑掉了。他们应该是快要麻醉了，快要被麻醉，所以都跑掉了。蛇颈龙，没有要珍珠。大家来捡个珍珠吧、啊！珍珠一大堆。地上就有了，地上随便都有。箱子里应该有吧？箱子有吗？要我也来捡一点。捡你要捡好多、啊。嗯，那我也来捡珍珠。没有，根本没有。希望这个能活久一点哦、啊。嗯。有，树长出来了，有一颗。啊！打掉。珍珠要几颗？40个。哎，随便摸一下就70个了，一个就有了。珍珠好像都在靠近你们那里。好好，我捡好，我走回去了。又跳过来了，该不会是我想要的那只吧？哎，你不会把它骑走了吧？没有哎、欸，哎那只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你把它停在哪？我就停在这附近呢。阿福，我看到了，阿福24，我看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骑走，你走路吧。哎、欸，我还催他，居然没催成功。你走路吧，你。哎、欸，其实你到的时候，然后把他放生，他就回来我这。其实他的那个视坐上去之后，视野真的变很差、欸，超暗的。我到蛇颈龙这了。你放生他，他就回来了。好了，他回去了，是不是？好快哦，他。对不起，他好像卡住了。刚好有块石头。对，刚好有一块石头，它被石头卡住了。你自己走过来吧，你。这个笨蛋，他刚刚卡在石头缝里耶。巧克力有到了吗？来了。要多久？好啦。哇，有哎、欸！也是趴在上面。哇、欸！速度还蛮快的哦。哦，他有什么特殊动作吗？就一般攻击而已。呵，呵，哎、欸，攻击耐力耗超快啊！不适合攻击，不适合攻击，你们可以自己看。不适合攻击，你骑啊，你们骑。我学学了、欸，他耐力只有300多，哎，蛮低的。哇！可是他游泳应该不耗什么耐力吧？还加速的话还耗蛮快的欸，他没办法，耐力的家伙，对啊，没办法游太久。我至少骑上去，他画面是蓝的啊，就是不会像那个福分是黑的。福分骑的到底是什么样子？骑一下，你可以骑看看哦。这个蓝蓝的，对。可是我感觉差不多欸，还好啊，差不多吧。差不多啊，两个差不多啊，感觉差不多。没有潜水蛙镜这么亮。对啊。福分感觉比较快、啊，蛙镜拿掉就好啦。你说蛙镜拿掉，好像没差哎、欸。对啊，他这个蛙镜拿掉是一模一样的、欸。对啊，只是看的范围变大了。对，也不用戴蛙镜，蛙镜要干嘛？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已经习惯戴蛙镜，所以觉得蛙镜特别亮吧。很亮啊，很爽。哎，蛙镜真的很舒服、耐力比较高一点。因为这才是正常的，不是变暗是正常。戴蛙镜才是变亮。正式鱼会理会我们吗？就觉得要围上去，没办法把它拉过来，就要离它很近。那只是不是昏了？哎、欸，鲨鱼是不是去咬人啊？去咬灯笼鱼啊？鲨鱼很凶哎、欸！哦，它咬死一只安康鱼。
他真的可以麻醉吗？可以啦，他是肉食的哎、欸。哦。哎、欸，谁在咬我？可以驯服。他偷咬我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后门啊，我后门，我在你们比较下面的地方。这边有三只，你是哪一只？我刚有。我本来一點本来是在打其中一只啊，都打好了啦，真麻烦。都打，哎、欸，他好像靠得很近哦，有机会用枪哦。我刚才本来在打其中一只，另外一只偷，哎、欸，可以用枪，可以用枪，快射！就跑来偷咬我，怎么没射到？又到了，他跑远了，跑远了。啊，枪子打了一下，哇，那个里面那个反差超差到了，有够大的、欸。对啊，那个水的折射，折射超大的。好，持续追击，都不理人。哎、欸，射到了。他投。啊、no, ，你投是要晕啊！狂跑。有要晕的吗？啊，狂跑了不回头。啊，你投。我这么远都还有射到哎、欸，真不可思议。八等哎、欸。三等而已，他是要去海面上了。三等都这么久哦，转向了。阿明来，我听到声音了。哇，哎、欸，跑的时候也是不见了呀，还不晕。不过转向了，身上浑身都是箭矢啊，变刺猬了。啊。我在往下游，我快要死了。我已经在他下面。哎、欸，真的好难晕哦、喔。红色他的头哎、欸。你死好几发。好慢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我只剩四发，四发标没箭了。一个箭。真的有办法吗？我还可以12发。感觉他比那个蛇颈龙还蛮难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晕了晕了晕了晕 了吗？晕了，总算帅啊！总算哇，晕眩1280，怎么射那么久？哎、欸，他血才700而已，血原那么少啊？对啊，我们累死了哇！我没有肉了，我身上好像哦有。都在鲨鱼身上，哦、还要等一阵子。游的也太上面了。他们你们在很上面哦。对啊，在超上面，然后就要游出去了、啊。哇，为什么大白鲨身上这么多箭矢啊？刚刚射在他身上的吗？应该是，他只吸收进去了。对啊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怎么身上这么多、啊？然后有时候那个。都会带啊，野生的都会带。哎、欸，如果福分加移动速度，会不会飘得更快啊？哎呦，超高速，高速移动！哎、欸，告诉你们，那蛇颈龙，哎呦呦，咬死了咬死了！我还想到怎么那么难咬。你不要咬不赢哦，咬不赢会笑你哦。咬到那个对方都怕我了，好不好？那狂，而且你要多咬一点，这个福。阿福二世里面没有鱼肉啊，他饿了，饿了，他饿到不行了，马上来，马上来，满载而归啊！邓氏鱼直接杀掉会拿到什么东西？甲壳素。那我现在就要想要来杀，我可是蛇颈龙大大哎、欸，那你去咬一下啊！家里旁边还有两只哎，我在咬，可是有点难追，你知道吗？他绕圈咬我，我也绕圈咬他，就变成两个都追不到对方。哇，感觉像真的是恐龙在激战呢！我看到我在观察，这声音超可怕的啦啦！一只要死了，哎呦，干掉一只，干掉一只，生鱼肉跟甲壳素，甲壳素就可以做，对啊，一大堆的甲壳，满满的甲壳，收了1000个甲壳，你还在激战哦？对啊。那我拿晃眼镜观察你。他来打我，我没理由不跟他打、啊。诶、欸、,Discovery 真实上演了。有去弱势诶。只有咬到他吧。
有啊，他在喷血啦。整个耐久要被咬到没都还打不死他。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他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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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血只剩一千了。你死这么多了，但是很强哎、欸。那为什么我们收服的感觉没这么强？好问题。哎、欸，我把蛙鞋脱掉游泳之后，发现真的超慢哎、欸，世界慢哎、欸。超慢，对啊，差很多。超慢啊！它饿的也很慢哎、欸，不像那个蛇颈龙饿这么快、欸。蛇颈龙根本是饿很久了。哇，我们已经饿很久了。饿死鬼投胎、欸。鬼鬼，那个有不够吗？甲壳素不够吗？很多啊，你们是石头比较不石头，石头不够，我应该也回去打一点。要直接做到120个水泥，好像有点困难。我们找那个啊，我们亲朋好友帮忙啊。要回家对啊，那要回家了，做比较麻烦。对啊，不然先上来好了。我来把这个收服就休息啊，我已经在旁边嘞，我都在这了。对啊，秋风，你去吸引一个巨齿鲨啊，这最近都看不到啊。对啊，找鲨鱼。你认真的吗？可以啦，七鲨鱼也一起去啊。哎、欸，最近这附近怎么这么安详啊？对啊，什么什么都没有。这不是我们熟悉的海底世界。鱼都跑去哪？鱼都跑去哪了？鱼呢？不是啊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啊！都没有啊，目前这里河频道要有剩呢。您到往河面上哎、欸，奇怪了，什么都没有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哎、欸。不然吃看看啊，全部集合来吃普通的鱼肉看看。远一点都只有邓氏鱼，没有大白鲨。我已经浮到水面上了，或者是要用砍的斧头砍。可是灯鱼太难打、啊，打你旁边有两只灯笼鱼哦，小心一点啊！它、嗯、咬不太到。你的鲨鱼一直绕圈圈，鲨鱼才八级而已，一直要绕圈圈咬不太到哎、欸。嗯，超难咬的哦。我现在要叫它邓布利多。四百，再吃八口肉。哦、如果我抢到名字、啊，我就要取这个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喂，可以、欸。可以啦，这么快哦、喔！可以挖，超快的、啊，巴西还等多久？等200就有了。谁抢到名字了？我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、啊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我，我的邓四七耶。他是不是？哦，他是不是可以咬碎石头啊？有这么强、啊？看他那个图是。好了好了，我帮他取好了。猛，冷不利多。烂血量还是只有700。胖我啦！他还要做，他也要做安，对啊，要安。他的安是要很多那个水泥，20个水泥，然后八回家，回家就有，回家做完再来应该就可以了。嗯，做上鱼视野变好差哦。对啊，所以我都不想做了，我都不想做。可是游得很快啊！这目前只有两只能游做哦。鲨鱼也可以做啊，鲨鱼啊，福分啊，游的比较慢一点。鲨鱼不是要安吗？哦，刚刚做出来是不是？做一個嗯、你为什么不做、啊？你看那福分在你旁边绕来绕去，他就显得是哇，这主人不慢的。哇、哦，不要啊！就是因为做到他视野太差了。告诉我们是时候该、欸欸、有灯笼鱼，统统咬上去了。嗯。灯笼鱼，大家拼过了吗？哇，死掉了！不是阿福二四对尾刀，哇，感觉好棒哦！打个安康鱼哦，鱼已经太多了，这种感觉好棒哦！从一开始我们都被人家欺负，现在换我们欺负他们啦！我终于有海中战队了，看看这片海域，只剩我们的部队。没有人敢烧我们，好感动哦，好爽哦！休息了，该休息了。啊，其实算是有复仇成功了，真的，终于觉得爽，真把海底，哇呼！这个睡在海底应该不会死吧？
这里可以啦，陆地，算陆地了。对啊，算陆地。你还可以赤裸的睡。哎、欸，不行吧，这里很冷哎、欸。我还想走路回去、欸。速记关掉就没事啦。对啦，我要直接睡在这。啊，睡在角落。我要偷拿巧克力的东西来吃。把它拖走。把它的熟肉都拿走。有点饿，现在没多少。哦、我吃饱了，我要下线。哎、欸，偷肉，吃饱再下线，吃饱再下线。